嘞。每次都这条路超无聊。一开头就这个啊，不然要变什么？我现在就是车内就是要戴口罩。两人以上，可是我们刚在家里才接吻。哪有跟你接吻？我才没跟你接吻嘞。这不很奇怪吗？在家里才接吻，出来要戴口罩。也是哦，那我就在车上接吻了。没有，他说这个是因为执法人员并不知道说你们两个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对啊，所以就是为了要这个不要增加执法人员的困难，所以就是一律在车上就戴口罩，好吗？一律在车上可以接吻？不是，那还是要配合一下，好吗？那疫情很紧张，到底还出门？要帮小猫换猫砂，所以就出门了。然后在外加说看要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家里其实没有什么蔬菜，没有存粮，没有存粮，就只有公司有而已，所以我都是要先去公司拿存粮。换这一期有点特别吗？什么特别？回家教大家煮防疫餐。很简单的防疫餐吗？不知道，是不是很简单？有些人觉得开瓦斯炉就很困难。他说：“看瓦斯炉怎么开，我怎么打都打不起来。”好，我决定了，今天就是那个，如果买得到那个什么材料就煮什么材料，要不要？你不是说要吃意大利面？我知道啊，我是意大利面有很多口味啊。哦。你买得到什么材料就煮什么口味的意大利面啊？可以，但是我想用一锅一锅到底的方式。一锅爱，可恶！一锅爱，一锅到底的方式。是哦。你会吗？一锅到底。那有什么困难？那不就煮水，然后把面跟水一起煮，煮到干为止？听起来也很难吗？没有，可是重点是你知道要加多少水吗？凭感觉就好，小小厨神都是凭感觉。我跟你讲，我们两个煮菜的方式实在差太多了。这太龟龟毛毛了。我就是想要就是比较精准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味道，品质都一样。我告诉你，吃我煮的菜，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吃你煮那个什么，我记忆很深刻。有一次你煮油饭，超好吃。然后就下一次我说哦，我还想再吃一样的油饭，然后下一次就哇，超难吃的。完全品质，就是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没有，这样就会很失望。想说，这不是上次的油饭。没有，不是。这个就是让你感觉这个嫁了一个人，却每天晚上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没有，可是肉体都一样。感受不一样啊！肉体都一样，怎么会感受不一样？今天是老师，明天是警察之类的。都同一个肉体。你是讲求肉体而已，没有讲求心灵就对了。也没有，可是心灵也都一样啊。你就是心灵，我就是心灵。今天我的心灵是那个老师啊。哦。对啊，明天的心灵是医生之类的啊。对啊，心灵上完全都不一样啊。那我想跟雷神，那你就会变雷神吗？干嘛叹气？我是印一张雷神的面具啊，然后绑个绳子这样套一套。也不错。开心吗？不错，满意。嗨，先去找小猫。先去找小猫。你今天是开什么车啊？不认得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装？这是 C 好的。你是不是在 C？ 对，在 C。你不认得这是什么 mark 吗 ？GNW。可是我昨天我跟你讲，我是讲认真，我昨天以为它是宾士哎，因为我看因为我看那个脚踏垫好像是宾士的图案啊。不是，那透明脚踏垫都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做那个图案，是圆圈圈，然后我以为它是我们买的透明脚踏垫都是那个图案哦，是我以为它是宾士哎。下一次我们来买那个车好不好？这是什么车？叉子啊，海神叉、啊。好像没有，好像没坐过，对不对？没有。你好像没买过。买不起啊，对。真的吗？对啊。它比 BMW 宾士贵。对啊。那有比什么保时捷贵？差不多。差不多。原来它这么贵哦。啊不会，不然你原来怎么晒哦？我以为就是跟 BMW 宾士差不多。那我早就买了。没有，因为没做过。不是，因为我想说它可能数量比较稀少，因为比较少看到。蛮多的，有钱人还蛮多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很多。有钱的爸妈好像也比较多。好，今天开这个是。
520D。 520D 是什么你知道吗？柴油。哦，我以为是那个树那个单眼的什么。不是，你不是不买双 B 的柴油吗？你跑40000多而已，不买吗？这还几年车？这还16年的啊。16年40000。对啊，跑那很少哎、欸。对啊。而且它里面，里面还很新哦。因为跑很少啊。我昨天刚上车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这里面感觉很新，但是它的设计比较复古。五字头比较老气啊，比较大台。对，可是它里面真的很新哎，状态超好的。这不是年轻款。你讲的哇。你看它的沙，它沙已经完全拨到旁边了。其他是一只非常很认真会埋自己便便的猫，努力快一点。美的杂乱厨房，现在很乱，本来是要很干净的时候。这个是，哎，你有拿麦克风？拍照的相机，这个是桌子，拍照的桌子，书里面所有照片都要这张桌子完成。来公司拿储备的粮食，其实也不错，这有个中岛，我到那边吃晚餐。不然以后我们在这边拍那个教人家煮饭的影片好了，还蛮方便，看在这边就可以拍了，可以拍。嗨，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吗？对，我第一次煮饭。你是第一次煮饭吗？对啊，我第一次煮饭。那你几岁第一次呢？开始煮饭？国小。哇，这么早？国小的时候就自己煮饭，因为家里没有人，然后就只好自己煮饭。哇，好了，我已经拿到那个，因为我这边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意大利面最多，因为我很喜欢收集各种不同那个形状的意大利面，还是你要别的形状也有？好，不要浪费时间，快。还有这种的啊？不要，我最喜欢吃那种的面，就是一根一根就行。可是我很喜欢吃那个笔管面呢。那你自己吃笔管面。可是如果我们要做清炒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细点面。那你废话那么多，你拿来算快一点。那你要天使面还是细点面还是直面？随便，只要是面就好，不要是一颗一颗的就好了。啰嗦。天使面呢比较细，就比较细，有点像面线这样，你要吗？好，都可以。算了，我觉得你还是细点面。Hello， 拜拜。啰嗦。小姐在偷拔菜是不是？是在偷拔菜。他是那个，本来我以为我的罗勒都死光了，然后没想到他突然自己又跑出来了。九层塔就九层塔，什么罗勒？他是田螺勒啦。
九层塔啦，不要造成它现在有点丑，快死掉的九层塔啦。没有啦，因为这边很多瓜牛会吃它。他们没有，他们最近在休耕期。打干嘛的休耕期？真的啦。不过这倒是蛮漂亮的，这是什么？这长得还蛮漂亮的。这是之前那个啊，圣诞节买的。那蛮漂亮的耶，不能吃的、啊。不行的、啊，它只是观赏用。哦，小圣诞节那个是不是。对啊。等一下，我们的攻略就是快点，你下去全脸，然后快点扫一波，然后快点消毒，快回家。好啊，这边要下去拍。怎样？就是随便乱拿东西。疫情时期，快点买一买，就快回家了。好。好。因为现在那个我刚刚发现葱没了，然后所以我就买日本大葱。哦。就是那个初一拿的那一只。初一拿的不是那个，也是鸭子拿的、哦。哦，也是那个大葱鸭。神奇宝贝的。人多吗？有疯狂抢？是还好，大家都很理性的拿，就默默的还是会在那边拿。不过这一家已经算很好了，这家还有看到绿色的蔬菜。然后还有什么花椰菜，然后我们家那边的、啊、就只剩下豆芽菜，我们大概已经吃了四天豆芽菜了，看吃就不错了。然后哦，我刚刚抢到，我跟你讲，我刚刚抢到最后一包的蛤蜊，你还说不用抢？你刚才说不用抢，现在又说你刚才好，没有人跟我抢，我自己在跟我弟抢。反正我拿到最后一包蛤蜊。对，我刚刚看到架上的最后一包蛤蜊，然后就冲过去拿，然后所以我们只有一包蛤蜊。Okay. 跟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什么冷冻的什么综合海鲜，我想说算了，那干脆连冷冻虾子我也买了。对啊，冷冻还买到还不错。可是海鲜没有人要，鱼很多啊，然后可是什么？最缺的是鸡肉，鸡肉都没了。牛肉跟猪肉也是很少，然后牛肉只剩下可能就是牛排那一种，然后猪肉也是就剩下一大块，什么绞肉肉片都没了。因为还有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啊。不可以买冷冻的啦，冷冻还有，啊、冷冻的猪肉片还有。好了，我们现在那个刚刚采买完毕，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做综合海鲜香蒜面，就是那个综合海鲜刚全联买的，然后那蛤蜊在吐沙，然后面，然后跟蒜。你怎么知道面两个人要多少？凭感觉，讲感觉哦，差不多这样子有70克吧。屁。等等，然后呢，加那个老干妈的那个辣椒。因为现在买不到辣椒了，所以就加这个。然后呢，重点是我们没有白酒，所以我就用这个白兰地，也是白，用白就可以，应该可以吧？也只剩这个啦。对，也只剩这个。然后我们的配菜呢，等下就是沙拉，然后跟薯条正在炸。这沙拉买来就这样的，对？沙拉没有，沙拉酱。然后我刚刚已经洗过了，香蒜蛤蜊面要加这个鸡汤。好了。开始做了，非常简单。后面再多炸什么？炸薯条。炸薯条。那里面吃的是琵琶虾。对，就是过年偷来的琵琶虾。Hello。哎，只有那个要切哦。哎、欸、嘿啊，材料这么简单。对啊，就只有那个要切啊、哦、然后这我用手撕随便拨一拨这样而已。先把蛤蜊洗一下。哦，刚刚已经吐沙了。对，刚刚吐沙了，加一点盐吐沙。对，然后冲干净了。这是什么？买一盒的，上面有什么海鲜？综合海鲜。对，买来就一整盒，然后是冷冻的。它有本来之前有那个啦，有退冰的，可是被拿完了，反正自己退一下冰的。对，这冷冻很简单哦，这三样四样。对啊，很久。对，可是我想要等一下，哎，我想要开这个，两个人差不多200 CC， 这里啊，200更没了。加蒜，
烤箱，没有很香的味道。加入这个，你等一下还要焖，应该不用烤太熟。好，隔壁加入蛤蜊，然后倒酒，烤一下，然后酒精挥发。好，再倒入鸡汤，再倒入差不多150的水，清水，稍微搅拌一下。你在煮海鲜汤吗？一样，好喽。可以喝了。你要试喝吗？不要。都不用加调味料。都不用加调味料。面呢？其实这样好像我有点太宽，对不对？没关系，就把它大胆的这样。折不断，一根筷子折不断。可以，这样。折断。折断。把它放在里面。OK， 把它盖起来。我刚一直都是开大概中火吧。从头到尾都是中火。对啊，然后现在把它盖起来，稍微关小一点点就好，中小火吧。然后煮5到6分钟，可是你要看你的意大利面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参照那个意大利面背后的那个时间。计时6分钟。好，然后就不用理它了。是什么？炸生蚝，那叫什么？炸牡蛎。炸牡蛎。冷冻，之前把冷冻的炸。对。好了，看起来快好了。OK， 就等它吧。好了，把它捞出来喽。我们家的冷冻库啊，几乎都是被这个炸薯条占领的，因为。我们是薯条控，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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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 ，Hello， 到了，哎，看一下我这边，沸腾，然后呢就要把它收汁。我看有谁没有开，大家都开了吧？有，大家都开了。开大火收汁。如果一般人要吃软一点，应该是可以把水煮到。哦，对了，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硬度会比较硬一点，所以其实现在差不多可以捞了，我觉得。哇。差不多咯。好喽。完成啦、啊！好啦，我们的晚餐完成了，这个溏心蛋沙拉，然后是那个柚子醋口味的，然后这是海鲜蛤蜊面，然后加辣，就一片叶子而已，然后跟我们最爱的薯条、哦，然后还有那个琵琶虾跟大牡蛎。好，一定要配这个番茄酱多，谢谢。好咯，简单的晚餐，快，差不多半小时吧。开动！我在想吃薯条。哇，这薯条炸的好好吃哦！哇，哇，哇！菜，菜，菜好像没什么好试吃的。嗯，如果那个什么，那溏心蛋也是那个 seven 买一包的。没有，我在全联买的。嗯。如果有那个什么巴萨米克斯的话，嗯，巴萨米克斯下面的。嗯。它叫火焰菠菜。对，绿火焰。绿火焰跟那个红火焰、嗯、绿火焰生菜不是菠菜，不是，它不是菠菜、啊、这是奶油什么莴苣，对，我记忆中是奶油莴苣，确定都不用加调味料，你只有加那个老干妈、欸、对，不用加，绝对不用加，嗯，
因为加了会太咸，因为本来那个蛤蜊就有咸味。你知道如果我打石斛啊，不能打蛤蜊，要打蛤蜊、豆生蛤，然后才会出现。嗯。好吃吗？嗯。完全没有试味道哎、欸。不用试吗？真的吗？嗯。也不用加调味料、嗯，对不对？那还方便了嘛？超方便啊。嗯。真的很方便。所以是几颗星？好难评啊。嗯。今天这餐吗？嗯。今天这餐五颗星啊。你是求生大师吗？荒野求生大师。你叫这些人再下来煮看看。可以吧？对，很简单啊，都不用调味料。不用。超好吃。真的吗？叫他们自己在家煮。是，感觉很像比外面餐厅还好吃。看有没有五颗星，再给我留言跟我讲，绝对五颗星的。可是材料跟我们蛮不一样。就是你要加紫鱼生鸡汤，很好吃。而且我们这个面，它这个面没有很软，米心有熟，可是它是有嚼劲的。是啊、哦，嗯，我是比较喜欢细点面，因为我觉得细点面比较 Q 啦。但如果你是煮那个天使面的话，你可能就要快一点要捞出来。天使面就不能煮那么久。我去那个热面屋玉兰拉面都够硬的，真的吗？那应该是够深的，深硬。嗯，哎、欸，一块吃完哎，太少了。你是认真觉得好吃吗？还是节目效果？真的啊，真的很好吃哎，真的啊，要不我叫他们煮看看。嗯，你自己回去煮看看，真的好吃。其实我有食谱啦，我的食谱在我的 IG 上面都找得到，叫做一锅到底蛤蜊面。嗯。好吃，真的非常的简单。大概如果没有要炸薯条、装薯面，应该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嗯，因为你看、喔、切菜就只有切那个叫什么，切蒜头。嗯，你干嘛把叶子给我？好啊，不够吃嘞，不够。那你是要吃？我等下再泡面。好喽。不要那个帮郑小婉弄吧。拜拜。拜拜。好吃。嗯，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做。怎么样？洗碗洗碗。怎么样？认真洗碗哦！你看我继续洗碗掉，这镜头鱼眼效果，什么鱼眼效果？哇，句句就是句句，好不好？鱼眼效果，圆桌低摊老板在洗碗，难得洗碗，偶尔而已。屁耶、欸，这什么？就是你偶尔洗碗的节奏。句句洗碗，洗洗把碗翻成两段，啪，直接刮到。然后去三下缝了几个亲生版，忘记几根。然后那个护士小姐还很凶，好可怕。我忘记了。第一种很凶。我忘记了。然后你都一言不语，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超痛，然后脸色苍白。看这么多血，脸色最好是红润呐、啊。然后都不敢说话哦。看这么多血，脸色还最好是红润。应该超痛，这次很痛吗？忘了啦。没有，但我们很爽啊！怎样？你们平常打针都没在打针？问这种白痴问题？哇，很像记者说，哎、欸，你为什么要戴眼镜？还是什么的？这是什么白痴问题？好，赶快洗碗哦！看我洗的都驾轻就熟。没有，难得。所以如果以后拍片的话，就赶快洗碗，很棒，你也不用买你的洗碗机，很旧洗碗。拜拜，上下巴跑出来了，哦，有哦，有哦。